每天五分钟，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。荒漠甘泉，引领你今天的属灵生命走向完全。靠你有力量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。诗篇84篇5到6节。快乐欢欣的人，不能知道安慰的甜蜜。如果我们想得到神最贵重的礼物——安慰，我们必须进入深处与神合作。大地如何需要黑云和日光，我们也同样需要悲伤和欢乐。